和西南气流引发了全台豪雨成灾。农委会呢昨天就会诊了各县市政府的初步查报，全台农业灾损呢金额四天就攀上了1,472,472万，光是桃园县农损就达到了6607万元，全台以一起稻作的损害是最为严重的，小白菜、木瓜等蔬菜也有部分水伤，中南部更有零售市场高丽菜哄抬，一颗哄抬到了120元，而今天雷雨带南移，菜价恐怕还会再向上攀升。